这是全网最英勇善战的一只小猫咪了，它每天眼睛一瞪，耳朵一背，就要和铲屎官大战300回合。它的战斗力超强，被粉丝们称为猫中的战斗猫。主人给它起名字叫嘉格，嘉格真的是不负众望，猫如其名。它的猫生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打败自己铲屎官。别人家的小猫咪都是温柔可爱，求贴贴，要抱抱，而嘉格却是一身的反骨。时不时的就要在铲屎官的头上一顿暴扣，别看自己体型小，就算站起来手脚并用，也要把铲屎官打倒。吃亏的是，他是一点不干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搞偷袭。这次嘉格吃了亏，挨了铲屎官好几个大逼兜。转身看见趴在沙发上的大金毛，他就来气，对准金毛的耳朵就是一口。打不过你的人，我就打你的狗，反正吃亏的事，嘉格是不干。每天晚上只要主人上床，他就准备偷袭。全网几十万的粉丝每天都在看他和铲屎官打架。嘉格对着铲屎官摇手摇脚又摇腿，还时刻一副攻击的状态，准备偷袭。嘉格被称为猫中的战斗猫，在他的字典里从没有认输两个字。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铲屎官的底线，虽然他屡战屡败，但是从不气馁。虽然每次都是两个回合便败下阵来，但他永远是不依不饶，一副要战斗到底气势。铲屎官也不惯着他，反手就是一个血脉压制，让嘉格没有了还手之力。这还幸亏了嘉格体型较小，要不然就他这脾气，还真没人能治得了他。吃了亏的嘉格也只老实了一秒钟，瞅准时机就要搞偷袭报仇，时不时的就窜出来咬铲屎官一口。只要身上露着肉的地方，嘉格都不放过。不管战斗几个回合，是输还是赢，嘉格的脸上永远写着我不服。要问嘉格什么时候和铲屎官最亲密，那一定是带他出门的时候。不管是带他出门，还是家里来了陌生人，嘉格就会立马秒怂。别说干架了，就连见人都不敢。原来英勇善战的嘉格是一只耗子扛枪窝里横的社恐小猫。像嘉格这样又横又怂又可爱的小猫，大家都喜欢吗？想不想也拥有一只呢？